终于是不错。妈妈心在这大丈夫的发配做的没有原谅不是这次他走的。生命在逃离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我走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岛黑桥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他唯有走向真，就是为工作见证的超出人因他可以生，他不是那光，但是要为工作见证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我走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找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他唯有做见证，就是为工作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生，他不是那光，那是要为光做见证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指着他走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这次他们全并作神的儿女。这个人不是从谁起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读上次的荣光。